者洪素金台北报道。2018 sharing 高雄梦时代跨年派对进入倒数阶段，摇滚天团831热力开场，毕书尽、谷谷、灭火器、郭书瑶等人接力演出。831一出场连唱五首嗨歌，现场欢声雷动。紧接着再由万众瞩目的谢金燕压轴登场，预计到凌晨1点钟结束，连嗨6小时。稍早罗平和杨倩石热烈演出，罗平上空火板面上阵，和杨倩石美腿交缠合唱。另外八点档小生王健副飙唱改编拒绝再玩外加火星人夯歌，大秀自身大鸡鸡嗨翻全场。虽然歌曲一出大家惊呆，但看在王健副抱病演出相当敬业，网友也竖起大拇指惊喊很帅，他就是鲁龙啊。而王健副家人也在台下第一排帮忙加油打气，十分温馨。12月31日晚上7点，于高雄梦时代将由摇滚天团831热力开场，毕书尽、谷谷、灭火器、郭书瑶、徐佳莹、佳佳、曾之乔、曾佩慈、孙淑妹、许富凯、杨倩石、王健富、罗平，以及刚以电影《大佛普拉斯》获得本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及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铃声响等，再由万众瞩目的谢金燕压轴登场，王健富抱病秀鸡鸡，明视提供高雄跨年罗平上空开唱，明视提供毕书尽，明视提供高雄跨年主持群，明视提供。